婚，你要给我。睡好，今天是比较憔悴，没有睡好，我最近睡眠特别差。外卖的勺子，尝一下。
今天任务都没动，今天任务都没有动。做出面做的越是认真，你说实话，礼物也越少。是的。
鱼不可能欠你赔钱吧，是不是？怎么会给你什么固定合同？没有，好吧。斗鱼怎么可能会给你固定合同呢？想多了。你无论什么合同，不要在我直播间讨论别的主播啊。咱们所有的主播都是共事的关系，我们不要讨论别人。别人招你惹你了。是不是不讨论别人？谢谢班卡。签什么样的合同，你都是要完成一定的任务，你完成了任务才能拿得到底薪，你不完成任务也是没有底薪拿的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固定合同。谢谢世界第一微笑，你就算是代主播，就算是代主播也是也要每个小时，不对，每个月必须播规定的时长才可以，不在乎底薪。我不是那种不在乎底薪的人。任务完成了，咱们就无人生，好吗？对呀、啊，任务完成了，咱们就无人生，咱们就小点声。
充满，我操，今天太难了吧。都没有，这是我哈哈的旅行哇，这是我哈哈的春之旅行，溜溜溜溜溜，太溜啦，这是我哈哈的旅行。
真是吧。不穿衣服，这是我进房管说的话。楼就死了，快点把衣服撩起来。我们直播间都是绅士。凶吧，结果今天不行了。我平时半个小时我的日榜全都是飞机了，我今天一露胸没有了。小姐姐。
送魔法球，大家可以都送送魔法球，谢谢有你粉的皇冠。
Thank you.
众筹吗？众筹。想全世界。
坚持做内容太难了，隔壁的什么隔壁的，感觉现在隔壁的做的比斗鱼好，好吧，以前催眠斗鱼做的最好，现在是低台做的比我们好。斗鱼的竞争平台，你要不要这么好？谢谢那个蝙蝠侠的三颗火箭。你还说你不是，真的是讨厌。谢谢你是1200个幸福券，谢谢我蝙蝠侠。现在斗鱼不看重人气了，是的，是的。你要说现在让我坚持在做内容的原因，就有一点吧，就是比别人有一个优势。
是咱们直播间的就是人气一直积累的比较高，所以那个做内容更有优势一些，也不至于被饿死。但是如果说人气很低的话，如果说是个新主播，哇，谢谢我大可爱，谢我大可爱两个飞机。如果说是个新主播，没有粉丝基础的话，你做，就像我们这样做内容，然后不卖福利的话，很难活下去，真的。谢谢啊，大可爱，宝宝，谢谢我妮西，宝宝，谢谢我蝙蝠侠。
了什么呢？这会不会有一种冥冥之中的那个什么？都是自己人，我不介意。